let the fiber laser, fiber people 转一下，你给我转。把这个东西传不过去吧，看看。老师，你的这里，看看啊，小田儿，他都传进来，这边。啊，看这边。一直拍着，一直。先穿穿里面去，穿里面去，往里面走。然后从里面再绕回来，这个一定要拍清楚了。哦，去那里边去了。从这里出来。怕什么？用一只螺丝刀把这拆开。然后上面也是一样。我这过再看哪里，这里检查完没有灰尘之后看这里，哦，打开这个盖子，你看，就要跟他说小心一点，然后这盖子看这个地面有像这样子，看这个地面有没有脏，这里速度要快，啊，速度要快，因为不然时间越久就会越容易脏那个东西，然后脏的时候放到瓶子，看到没有？装的时候不要瓶子吗？要瓶子，装的时候就这样子，然后这个人你把这盖子。哎，你啊，先跟我说，我再给你解说在里边啊。对，水平安装。啊，水平安装。这个头不能这样子插进去，平着，水平安装啊，平着，好，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都是水平安装哈，好嘞，然后，
这里有个红点，看到没有？啊，对。对应的这里有一个红点。哦，对。啊，红点对红点，这个我们不能、哦、不能让你看很久了，我们立马就插进去了，因为不弄装镜片的。是是是是是是。所以你先拍这个红点。红点，这里有个红点，你能不能拍到红点？拍不到。啊、哎，我看看我的红点在哪？嗯，我的可以，我也可以拍到了。嗯。另外一个红点在哪里？这里。And， 好了，可以了。嗯。The other red point。然后，拍好了不？拍这个。拍好了。In same level to install it。红色的对红色的，看到没有？红点、okay. 对红点。Two red points together。然后往里面插，插到底，插到底，锁，扭一圈，往上提，再扭一圈。往哪扭一圈？往转，往左转一圈。啊、oh, ，turn left。这里有个图的。Okay. 有个图的 ，turn left and lock it， 然后往上拉，然后再就可以了，就锁死了。哎，你再给我说，你说这个锁。就是一定要先把光纤穿好了之后，再去安装那个切割头，不要把这个切割头装好了再直接插进去，因为很多人就。以为就这样子插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子很容易弄脏那个镜片，弄脏镜片的话就很麻烦的了。你怎么样？跟我说一下，注意事项。这个线跟那个头接好。就是、不能这样子直接接。啊、嗯。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就是先把这个先装好了、先把这个固定好了之后，再把这个光纤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嗯。但是，锁死就好了。锁死之后，锁死就好了。嗯。然后水管，水管是。Water pipe。Water pipe。水管。水管的话，它要有一个进一个出。首先你把长的那一条，长的那一条插。The longer one。在这里。哦 ，the longer one here， longer one here， yeah。And the short one。然后。还有两个头、嗯、这边也好了嘛、两个头接这里，接激光器的上面这里，接激光器的，接光纤这里，好了没？你要去拍 what part here for connecting with the little source。然后这一个插，接上接进去啊。插这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信号线，放大器的信号线。This is the code line, signal line. This is signal line. The black one is signal line. 这不是那里。一个循环，就是从这里进去。Here, and 等一下。出来。Here, in out。这边这里出来，这边进去，然后这边出来，回到水箱里面去。这里，那里，先按这里。嗯。啊，你要拍视频，先按这边，然后按进去之后，按这边。嗯，对。就是这样子上盖子。先按一下。按一下，这边可以了。好好好啊，其他的也是一样，这边也是一样。对对对。这边也是一样。对，插进去。啊，可以了。然后其他的也是都是一样的。Finger， yeah。激光点，这边。The first one, second。这个是电源。Second is the power。看这个上面的字，能拍到字吗？This one power 电源，这个激光。Laser。
的东西。是什么？激光 ，laser。这个呢？power laser power electric power。然后插的时候先怎么样的？就是先插下来一个，我怕第二个插不进去。This is a laser line. Laser line. 另外相连的一个。这个是串联的，串联的，像高架桥、高架桥，这里。等一下啊，我看了一遍了，我会切吧。